对，那个鱼儿的鱼壳鱼儿身上雕了根铁钉，就是他们那个抓那个抓钉儿，抓了个铁钉儿，他抓了个铁钉儿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嘴巴含起，嘴巴含起的，他们两个现在在树架上，我去处理一下，稍等，我去处理一好。下。来嘛，在鱼壳嘴巴里头。啊，他应该把那个辛巴去苏妈叫回家啊，辛巴苏妈叫回家，对吧？就叫苏妈先回家。苏妈也不回家呀。然后抓钉抓钉啊，兰妈来了啊，兰妈来了，那鹏鹏来了，叫他们回去啊，叫他们回去。哎，鱼可听话回去啊，鱼可听话回去呗，在鱼可身上啊，在鱼可呢。哎，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啊，对吧？回去了啊，回去了。对，叫他回去啊！对，知道啊，我等会儿跟他讲。来，找了，拿走了，对吧？奶妈拿走了啊，过来去也去把它全部检查一下啊，你们放心啊，太清分了啊。